大家注意看，把蛏子放进开水里烫一烫，您即将解锁一个蛏子的新吃法。这个做法 99% 的人都没有见过，真的特好吃。8块2斤的蛏子撒上少许食盐和食用油，用我家的自来水浸泡一下，这一步能让蛏子吐出里面的泥沙。锅中水开放姜葱，少许料酒去腥，放入蛏子焯烫至微微开壳，再取出蛏子肉，两面沾一层淀粉锁住水分，6层油温下锅炸，全程开大火炸2分钟至金黄酥脆捞出。 烘碗中准备一个鸡蛋，搅散打匀。我已经连续分享了1000多道详细的美食教程，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您的小红心，真是太惨了。这个视频就辛苦您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鼓励一下吧，非常的感谢。这道菜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广东大厨调配的避风塘炒料，还可以做避风塘大虾、螃蟹、鸡翅，都非常的好吃。微微炒香后倒入蛏子，有条件的再加点青红椒或是葱段，随便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了，满屋子都是香味，太好吃了。 喜欢您也收藏做起来吧。